好的，我们勾这个小虎头帽呢，用到的线材呢是大红色的、白色的、黑色跟蓝色呢，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了哈。一点点，我们勾这个眼睛。然后呢，工具我用的是4.0的钩针。我们先拉出红色的，绕两个圈，然后呢，在圈里面先勾一个起立针，一。二三，新手姐妹可以在第三个锁针上给它扣个记号扣，然后我们再勾11个长针，也就是说第一圈呢加上起立针，我们总共是12针。一二三四五，勾第六针的时候，大家把这个线头给它拉过来，拉过来包住它。七、八、九。十、11、12，好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起立针最上面这个，就是我刚刚要大家做记号的这一针上，拧巴连接。好，然后呢，我们开始勾第二圈，还是勾一个起立针。我们从第二针起呢，在每个针目上勾一个长针的加针，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上勾两针。大家按这个规律勾呢，勾到最后一针，好吧？好的，姐妹们，第一圈呢，我们勾到了最后一针，是吧？最后一针，现在大家数一下，是不是23针？二四六八十，二四六八十。哦，不对，这里还差一针，11针。这里还差一针没有勾，最后一针。这里23针，然后呢，起立针这里。我们再勾一针，因为起立针开始我们没有加针是吧？然后呢，还是在起立针这里拧巴，再勾一个起立针。好，第二针我们勾一个长针的加针，第三针不加针，不加不减。第四针我们又勾一个长针的加针。这一圈的规律呢是隔一针加一针。好，大家自己完成哈，隔一针加一针，好吧？好的，姐妹们，第三圈隔一针加一针，我们勾完了哈，现在开始勾第四圈。第四圈呢，我们是隔二加一，也就是勾两针不加不减的。第三针上我们勾一个长针的加针，一、二，好的，第三针、第四针我们勾在同一个针目上。大家自己把这一圈勾完，然后下一圈呢，我们就是隔三加一，隔三加一这一圈勾完以后，也就是勾完5圈，我们来量一下帽顶的直径，好不好？就是按照这个规律一直这样勾就可以。我们第一圈呢是12针，第二圈呢是每一针上面加一针，也就是说24针。第三圈是隔一加一，是36针。现在我们是第四圈，第四圈是隔二加一。每一组是4针，所以我们这一圈呢是48针，再勾下一圈就是隔三加一，5针一组，总针数呢是60针。大家把这几圈给它完成，因为简单哈，前面也教过很多，我就不再说了，好吧，姐妹们。好的，姐妹们，我这个帽顶呢总共勾了5圈，现在的针数呢是60针，我们量一下看哈，14厘米，这样呢。好像又稍微小了一点点，你又加一圈的话，就是72针，又稍微大了一点点。我们怎么办呢？现在这里是60针，我们分成6份，给它加6针，也就是每10针加一次针。五、六、七。八、九，好的，我们在第十针上勾一个长针的加针，也就是说每一份变成了11针，我们的总针数呢是66针，这样呢适合2岁以内的宝宝。二、四、六、八、十、11，看到吧？隔10针，啊，不对，这里是隔9针加一针，隔9加一，大家自己把这一圈勾完，然后我们开始勾帽身了哈。
好的，姐妹们，这个帽顶呢，我们现在就勾完了。勾完了，现在我们开始不加不减的勾两圈，就是转着圈的勾。勾完两圈，大家停下来哈，我们开始就后面要分叉了。你看，就是每一针对应每一针的这样勾，不加不减的勾两圈，因为我们针数已经够了。像2岁以内的宝宝有66针足够了。如果你的手特别紧的话呢，你就按照规律再加一圈。也就是说，把针数加到72针足够了哈，姐妹们。我们这个帽顶的直径呢，2岁以内的宝宝直径是15厘米，因为我刚刚按照规律加到60针的时候，我量了一下是14厘米。然后如果我按照规律再这样加下去，它的帽顶达到了16厘米，又太大了，知道吧，姐妹们？所以呢，你要根据自己的手法调整针数，哈，自己把这两圈不加不减的勾完，好不好？也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总共勾八圈，勾八圈，我们开始来分叉了哈。好的，姐妹们，我这里呢勾到了第八圈，从帽顶开始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现在呢，我们开始分叉，大家呢最后呢可以在这个起立针这里，我们再勾一针，这样呢它就不会有一个缺口。好，这里呢我们不要引八连加，第八圈开始我们就开始片钩，这一圈开始往返钩织。好，勾一个起立针，翻转过来，大家一针对齐一针的勾，勾长针。这是我们这个护耳帽后面分叉的部分哈，大家就这样一针对应一针的勾，勾到最后一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这样，这样勾，勾勾勾，一直勾勾到这里，勾到这一针。好吧，好的，大家勾到最后呢，不要忘记了在起立针这里勾一针哈。好，然后呢，一二三，我们又回到了正面，回到正面呢又是这样，一针对齐一针的勾，这样的呢，我们总共勾几排呢？就是勾一个五排，勾五排，我们开始勾这个帽檐的花型，好吧，在每个针目上勾一针哈。就这样，正面一排，反面一排，大家就这样往返的钩织。好，我们现在已经勾到了一二三第三排了哈，大家自己把剩下的两排给它勾完，好吧？好的，姐妹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这里总共勾了一二三四五六六圈，看到吧？看到我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这个地方呢宽一点、窄一点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后面这个帽檐它还可以调整你的排数，比如你感觉少了、短了，你可以多勾一排。我们先勾一个起立针，然后呢挑起这个长针的立柱，看到吧，穿过来勾一个长针，这是一个外勾。好，第三针我们在里面穿过来，也就是一个内勾。这就是我们这个帽檐，一个外勾，一个内勾，大家看清楚哈，这都是基础针法，一个外勾，一个内勾，一个外勾，一个内勾，这是一种哈，还有一种呢是一个外勾，一个长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一针、第二针还是不变哈，我们就是勾一个长针起立，就是勾一个起立针，然后第二针呢，我们是勾外勾，看到吧？第三针我们勾一个长针，好。第四针我们又勾一个外勾，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你觉得怎样好看？就是一个外勾，一个内勾，它会更加厚实一点吧？这样，看到吧？一个外勾，一个长针。大家就按这个方法吧，我就勾一个外勾，一个长针，看到吧，就是这样的，自己把这个一直勾到这边最后，好吧？好的，帽檐的第一排我就织完了哈，因为我在这里加了一针，所以我的针数呢是67针，它是单数，最后呢也是一个长针结束。好，三个锁针起立，翻转过来。我们第二针呢，在正面是外勾长针，是吧？到了反面呢，我们就是内勾，我们勾一个内勾，看到吧？
好，长针我们还是勾长针。好，勾一个内勾长针，所以我们到了反面，它的花型呢就是一个长针，一个内勾长针。好，勾一个长针，一个内勾，一个长针，一个内勾。就是正面、反面两圈一组就完成了。我们这里呢，总共勾一个4圈。手紧的姐妹，你可以多勾一圈哈，勾一个6圈也可以，5圈也可以。这个呢，你要根据自己的手法调整。你看，它到了正面就是一样的，看到了吧？因为它在反面，所以呢，正面的这个外勾，我们到反面就成了内勾。好，大家自己把这个勾完哈。那最好把这个线头呢放在这里，我们线头在这里的时候结束，好吧？到时候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在这里结束哈。好的，姐妹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这里呢勾了3圈帽檐，就是一个外勾，一个长针，然后给大家量一下这个尺寸，因为我的手比较松，勾了3圈就够了哈。这个应该说3排。现在我们这个帽子总的高度呢是18厘米，线头在这边。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大家看一下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28。好，28针，然后捏住这一针，一二三。我们在这一针上勾一个长针，两个长针，三个长针。好，然后一二，还在这一针上，我们勾一个短针。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好。我们再回到这里，现在大家知道了我为什么要让大家这个线头在这里吧，在这里勾一个短针，也就是在我们这个看到吧，起立针这个立柱上面，这样呢，我们这边的流苏就勾好了。勾好了以后呢，我们在这边勾，在每个这个立柱上面，就是起立针的立柱上，我们勾两个短针。手紧的姐妹呢，你勾3个哈，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凹凸不平，没有关系的，你就是不要勾得太紧了。你看，在每一个立柱上面勾勾两针，我的手比较松，所以我勾两针就足够了。好，这个拐弯的地方呢，我们多勾一针。好，拐到这边来，这边呢，我们也勾3针，在这个起立针上勾3针，因为我们另外一边是3针，是吧？然后呢，这边也是2针。勾完了，刚好到了另外一边。大家按同样的方法把这个流苏给它勾完。勾完我们这个帽檐呢，它刚好在这里。我们帽檐还可以勾一圈扇形花，或者说狗牙针都是可以的，短针的交叉针都可以。你看这个简单，我就不慢动作，好吧，姐妹们。好，最后一个，我们在这里，在这里开始勾流苏，也就是说我这里呢是28个锁针。就这么长，因为它是宝宝的，不需要这么长。28个锁针以后，这里中间勾了3个长针。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好，捏住这一针，再勾3个锁针。我怕刚才姐妹们没有看清楚。好。在这里勾3个长针，同一个针目上，就是我们第28个锁针，我们捏住的这一针。在这里勾3个长针，然后2个锁针，再回到这里勾一个短针。好，我们一二三四，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四好，然后呢，我们再到第二针上。
勾一个短针。现在呢，我们开始勾这个扇形花。扇形花怎么勾呢？大家可以勾小扇形花吧，勾两个锁针。然后呢，我们还在同一个针目上，再勾两个长针。好，勾完以后，我们跳过两个针目，在第三个针目上勾一个短针，三个锁针。还在这个针目上，我们再勾两个长针。勾完以后，跳过两个针目，一二，好，在这里勾一个短针，一二三，在同一个针目上勾三个锁针以后，我们再勾两个长针。勾完以后，跳过两个针目，在这里勾一个短针，再来一次，一二三，好的，我们这两个长针呢，还是勾在这个针目上哈。你看，好，跳过两个针目，在第三个针目上勾一个短针。这个帽子的主体呢，就这样就完成了。完成以后呢，我们下节课来教这个附件部分，也就是它的耳朵、眼睛、鼻子，好吧，还有这个装饰花边。你看，这样我们就没有线头，它是直接就一步一次性这样就过来了，是吧？这样就方便一点，少了两个线头。你看这个花边也挺好看的。如果你想稍微收一点点，这个呢，你就我是跳过两个针目，你可以跳过三个，跳过三个针目再开始下一组，这样也挺好看的，好吧？我们这节课呢就到这里就下课了哈，爱你们。